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《火影忍者》手游的副本模式《传说忍者》，然后现在是开启修行之旅啊。第一章嘛，就是第一关。然后鸣人有剧情，我们就有鸣人。我们上一把是打那个第三章的终章、终结章，火影三代对一二代打大蛇王，这时候是三人自来也带着鸣人去灭村。应该是去找干手。新的火影候选人自来也一样也是三人之一的干手作为火影，连第五代火影、第四代火影是鸣人的老爹的。咱们究竟能否顺利将干手带回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跟那个好色的新人？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旅行，出色的女神。那个卡卡老师越来越清新。我可要比千鸟更厉害的是好色仙人。哎，打狗，打狼。那第一关很简单，只要打完四波就好了。哎，你的群哦，有个大招。哎，被狗咬了。叫你们咬我，闪你们大招！人家秘技是那个鬼头，那个可以爆炸的，都是打小队突袭打出来的，升到二级了。这个爆炸伤害还挺高的。那第四波出来了，开个大蛇。打这个狼狗应该叫那个虫子来，有你之奶，自女有奶，有你之奶，啊，我们记不清楚，啊，是虫子那个忍者。啊，一拳打死一个人。看下一关是什么？危险的访客啊，要42级，那我级别不够，我要去41级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次再玩。